大家好呢，呢欢迎来到咱们频道啊！这个俄罗斯电视台呢，现在确认啊，这个当地时间二十四号晚上，莫斯科音乐厅这个嫌犯在法庭上，两人已经认罪了啊。呃，当地时间二十五号凌晨，莫斯科的叫巴斯曼区啊法院批准逮捕全部四名嫌犯啊，直接参与莫斯科这个音乐厅事件的人员，四人全部批准逮捕。 这个名字啊，介绍一下啊，米尔佐耶夫啊，拉恰巴利佐达，法里杜尼啊，法伊佐夫。这个俄罗斯的 RT 电视台说呢，所有的袭击者都是塔吉克斯坦国籍。他们分别是押送出法庭啊，然后呢，面对法官，法官是闭门审理的啊。 还说呢，两名啊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的嫌犯米尔佐耶夫和啊拉恰巴利佐达啊已经认罪了 <coughs>。那这个行动执行者已经认罪了啊。如果罪名成立的话，是终身监禁。根据现场的视频呢，两名嫌犯被关在一个啊有玻璃罩的笼子里边，其中一个人啊这个。 啊，拉恰巴利佐达，他的耳朵啊，柴油绷带啊，有人说是把耳朵割了啊。这个，这个整个的袭击行动啊，这个呃、啊，咱们都已经谈过了啊。现在看他们认罪了啊，已经两人认罪了，认罪了也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事件啊，确认抓的人啊没问题。目前看呢，这个。 应该就是案情接着叫挖你的这个日，现在执行者抓到了，那谁是操纵者？现在俄罗斯全国都在找这个啊。而这次袭击过后呢，这个最有趣的是，恐怖袭击发生后，英国也警告了俄罗斯。这个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对俄罗斯表示这个啊这个慰问啊。那英国财政大臣啊表示，英国对俄罗斯有。 关于该恐袭事件声明几乎没有信心，指责其是在为袭击乌克兰的行为辩护。说反常啊，就是在这个袭击这个发生之后，所有国家都在慰问俄罗斯，但突然英国人连美国人都是啊，但是英国人突然出来，这个就是咱们之前谈的英国人会不会啊有趣啊啊？我能确定，英国绝不敢是单独行动的啊，英国这个国家就没有单独行动能力。 那如果英国人啊敢这么干，那美国人一定参与，啊！如果假如啊，啊英国人只敢跟在美国人后面干啊，英国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在莫斯科发生恐袭啊后找借口袭击乌克兰，看到了吧？这个他这个财政大臣对啊这个英国媒体表示这样说的啊、哦，就过去几年对俄罗斯政府的观察，我对他们的说法特别谨慎态度。 我知道啊，他们正在制造宣传英文。和咱们判断一致啊。就俄罗斯现在是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往乌克兰身上啊，一定要这个找原因了。现在呢，这个英国人已经发现不对了，那就等于是我变成反恐战争了啊。这反恐战争那就性质完全变了，那你你还你还军援吗？你军援恐怖主义啊？那就英国人现在啊已经是我觉得也在瑟瑟发抖了。 他当时也补充说：“啊，英国人说啊，当有无辜人丧生啊，发生可怕爆炸事件时，这仍然是一场悲剧啊。”最后又找回来了。但是，他警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应该大力关注一三国在世界舞台的再现，而且保持警惕。但是，这帮人行动时没带一三国旗啊啊，一三那个旗帜他没带啊，这个让人奇怪啊。就是任何行动之前，你得你展示吧，对吧？没带那个旗。 伊三国声称啊，对袭击事件负责啊，乌克兰方面是否认啊，与袭击有关。这个整整吧，这个这这一段时间啊，所有人都在怀疑乌克兰到底参不参与啊。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看法啊，我我觉得这个纯牌是我，既然已经认罪了嘛，这个执行者已经确认了，我觉得这里边呢。 这个我的认知啊，这个俄国、美国啊，可能这个应该正在私下谈了啊，这个最后是怎么揍乌克兰啊？美国人现在底线啊，有可能再往后退啊。首先，咱们要谈周边，咱们中边，边中国周边本身就乱啊，印度啊啊，越南、域、啊、不是越南，南海呀、啊，对吧？台海呀、啊，对吧？日本呐、啊，中国周边本身就乱，这个时候突然间啊。 在这个俄乌战场啊，突然间俄罗斯内部又发生这个恐袭，这个绝不简单啊！结合美国现在在收割啊，对吧？啊，我觉得这个首先啊，这个美俄东欧要打决战，我觉得是大概率了。就俄罗斯准备要打决战了，这个行动呢，三这个咱们说三个国家，英国、美国及啊俄罗斯在这个东欧要打决战，这个是大概率的。 为什么这么判呢？为什么我说一定是美国、英国啊？就刚才我讲的，英英国人绝不敢单独行动。假如是英国人啊行动的话，那就他绝不敢是单独行动了。那俄罗斯的这个安全漏洞也确实存在啊啊，说的这这个简单点，这么长时间的对外战争啊，它国内漏洞啊显而易战，显而易见嘛。但是这种俄罗斯政府啊，这种漏洞被人利用了啊，俄罗斯政府绝对是要报复的。 啊，西方国家对吧？三月七号就发布警告，但是三月七号这帮人在踩点啊，对吧？这可能是这个呃，有人说中国那种安防体系，俄罗斯能不能搞？搞不了，那种安防体系需要大量投入了啊！你看空白点都都全部安上这个摄像头，那个那个钱是花不起的啊。所以中国是安全的啊，因为我没有监控嘛，对吧？但是我觉得一、e、三国可能性现在看，呃，出来顶雷的可能性大。 首先，这个袭击方式和一三国传统方式就不一样嘛，对吧？而且呢，相当专业人员。一三国能找到这种啊这种人肉炸弹或者什么，他们脑子很简单，他就不是专业人员，啊，他一般都是生活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失败者。然后呢，他是这个想要上天堂的那种人啊，所以他本身就自带一个属性，对吧？你你其实一看就知道，在伊朗啊等等都是这种属性。 第三国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辐射到俄罗斯？这还是个问号。他是在叙利亚的啊，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是与叙利亚的总统啊，已经是电话沟通,通了，要加大在叙利亚境内的反恐，然后去就不光是这,这个要对乌克兰了啊，叙利亚的境内的一三国也要报复。了。现在抓了啊十一个人啊，现在四个执行的啊已经是受伤了，而且两个人承认了。呃，整个的行动啊，我觉得。 啊，就是个雇佣兵模式，这种雇佣兵模式西更像是西方式的这种啊，这种模式啊，所以可能是个是个混合型啊混合型里边呢，英国绝不是啊这个单独行动，因为整个没有单独行动动机啊，英国他也不敢嘛，对吧？所以英国习惯是跟在美国后面配合，如果英国人出面啊，美国人现在这个啊一红脸一白脸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不简单了，就是他现在还是心里边害怕的啊。英国啊，美国这种级别国家参与啊，那么绝对是欧洲决战啊。如果这么参与参与的话，就是欧洲决战啊。我觉得这个背后是啊，这个背后美国人是不能直接下场，但是他可以利用英国啊，英国再利用他的这个代理人啊。美国全程应该是掌控的啊。假如说是他们参与的啊，那全程掌控啊。 美国的概率啊，我觉得还是有的啊，不是没有的啊。很多人现在断定就是没有啊，这个背后我觉得是不不可能的啊。美国的情报，这个背后啊，这种东西就在你的监控范围内啊。你说你不知道吗？这、那个动机是什么呢？动机可能就是不甘心乌克兰的战场失败，包括拜登现在要连任，那么必须在乌克兰要赢啊，对吧？一定要赢。这个赢就是什么呢？我至少在战场上或者。 在现在状态上，我不能输，对吧？那怎么扳回来呢？现在看用恐怖啊事件来扳回来，打击俄罗斯信心，对吧？简单说，美国人是要提振拜登的选情等等，这都是直接理由的啊。那这个消息，美国人为什么要在行动之前把消息放出来呢？啊，可能是美国人就是希望自己撇清自己关系。我告诉你了，对吧？我告诉你了这个事儿，那我啊肯定不是我干的，就很多人这个。 天然理解这样，啊，那就先宣布出来，告诉你俄罗斯，然后这事儿跟我无关了，啊，当然这个俄罗斯会相信吗？当然不会了，对吧？那这个跟乌克兰参与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首先啊，这个俄罗斯已经明确，这些人最后跑的方向是乌克兰。乌克兰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咱们说这个有直接关系了。这些人准备逃到乌克兰，介绍了嘛？要从乌克兰要逃到土耳其嘛？ 首先第一点，咱们知道能力有问题，乌克兰单独策划是没有能力的，啊，你看单独策划这种行动是没有能力，乌克兰。那就说，如果是确认这个逻辑就在这儿，如果你你现在调查的时候，如果是真的就是确认是乌克兰啊参与其中一部分，比如撤退是他参与，那么一定是乌克兰背后有大国，啊，因为乌克兰就单纯靠他自己没这个能力执行，策划都没有能力啊。 战场上现在看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他没有能力制造这么大规模啊这种行动，单纯靠乌克兰是不可能的。那如果乌克兰参与，背后一定有大国，那这个逻辑圈啊就形成了，就是最后直指的就是英美啊。但是呢啊，呃，乌克兰很大概率是阶段性参与者啊，这个直接参与配合的啊，而这个背后的这个这个枪手的直接指使者。 会不会是英国情报官啊？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啊。现在还还是要抓啊，但是最后是安排撤退的啊。这个配合者就是乌克兰啊。现在我觉得现在没毛病啊。这个所有链条都已经清楚了啊。专门给他形成一个啊这个撤退路径啊。我觉得要不是这个这个钱呐、啊，这个标价呀，我觉得呃这这个标价啊。 谁会为两万块钱就冒这个险呢？我觉得这个标价才是真正的 bug，对吧？这个标价是个 bug 啊！这帮人拿了钱不跑啊，还接着行动，那说明这帮人是想要再来一回啊，或者是这个再次玩一把这个啊？咱们说啊，再次玩一把、啊、这个还要进入再来一把，是玩这个？说白了，他们想当共军了啊！可能这个这算是投名状啊，还是怎么样是吧？ 等于是正正式的加入乌军了，是是不是乌军的一个考验呢？是吧？这都有可能啊。所以不管怎么说啊，这现在看啊，乌克兰参与确确实实啊，这个是是有实实在在的啊一种动机啊。那他们在他们这么干，可能就是这个在撤走以后要以这种方式经常的要骚扰啊俄罗斯了。如果这种形态啊干成之后，对吧？ 大量的中亚的这无业者，那就可以运到这儿来，从土耳其运过来就干这事儿，而且你可以快速的打啊！你看，从这个布良斯克到呃乌克兰边境还是非常近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快速跑啊！如果跑得快的话，以色列也有可能的动机啊啊！呃，以色列动机咱们咱们现在不谈，因为这个啊，以色列非常牛逼，盯着咱们啊。 啊，俄乌战场陷入被动化。俄罗斯在中东，现在看啊，普京为什么立刻去找叙利亚啊？原因就是，如果啊，俄罗斯的主力现在陷入在东欧，那在这个中东地带，他可能就没有能力啊。我谈过那个地图吧，他没有能力去啊，这个限制以色列了。当然，以色列也有啊，也有这种动机啊。就不管怎么说，这个后果是一定给世界带来一个。就俄罗斯现在这个决策层啊，可能要决战。 至少不允许让自己的边界和乌克兰，我觉得现在至少你是普京，你就不允许俄罗斯的边界和这个乌克兰有接壤了。他撤退的路线已经非常明显啊，所以等于是我就不能够让乌克兰和我有边界了，看到了吧？啊，那这个以后你再搞这个，你想撤都撤不回来了啊！说白了，现在看俄罗斯方面已经是在准备行动了，这种行动已经是啊，这个。 至少乌克兰啊危机最终的这个输家啊，决定是整个东欧的政治秩序的啊输家，那他一定是被瓜分的，这就严重影响整个全球经济秩序的啊，这就意味着整个的啊美国啊北约丢不起乌克兰啊，整个的乌克兰如果丢了的话，那么整个的美国在欧欧洲的这个局势就变了，这就为什么法国总统也多次宣布要参战的原因啊，就整个北约不能丢的乌克兰。 那现在看，欧盟也投入不少军力啊，这些工兵也在，所以可以看俄罗斯想要继续的啊，这个拿下基辅，包括敖德萨，这就必然是要重整整个东欧的经济秩序了。那这种情况，考虑到重新站队啊，给这个北约带来巨大后果，波兰要重新站队了啊，包括这个很多，你看这个啊，匈牙利已经是选择中立了，包括其他的啊，都在重新站队。 那这个对于啊这个蔓延趋势，对于整个的啊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对吧？这都要变的，所以后续对于这个整个东欧地带影响是巨大的。美国绝不能认输啊，绝不能认输。所以这种格局，呃，美国是不能同意的啊。所以他现在在拼命的在变啊。我觉得这个，尤其使用这种方式啊，我觉得这也是啊，这也是一种动机。啊。 啊，我觉得既然是普京下决心了啊，这我觉得这个目标也非常明确了，就不能让乌克兰和自己有领土接壤了，啊，也就是说一定要进入这个缓冲区了啊。他现在跑仨多仨小时跑到了啊，你看，如果你快点开啊，那个呃、那个、好像是土路吧，但是你快点开的话，基本上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能到乌克兰边境，在莫斯科干完事儿跑回去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啊，他就绝不允许乌克兰和俄罗斯，那就是有边界了。那这个乌克兰紧接着啊，可能他这个整个的与俄罗斯边界啊，可能要巨大变化。